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a。 接着来介绍这一本《地上下的立体世界》，有我们住的城市，还有神秘的古文明。这个的特色呢，是上面跟下面都看得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地下的，地上的是这是金字塔。哦，地上的是金字塔，下面呢，地底下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。好，这个特色就是上面跟下面。一般的那个地上地下，我有买过是那种平面的，那像这样子立体的，就是还蛮不错，蛮特别的。好，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，就是有时这种操作书就是。给孩子比较有兴趣翻啦、啊、像这个也是这样子，地上的、地下的这一片为主，为中间地平线，上面到下面，这一本大概是这样子，这是神秘的古文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住的城市，在城市里面，这个大城市里面，大城市里面，你看地上有一些车子啊、行人啊、摩托车啊，地上计程车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警察、行人、旅客，这是地上。那地下什么？购物中心、停车场、高铁，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是有电扶梯呀、还有一些商店呐、蛮好玩的，蛮精致的，蛮精致的。这边呢，小镇里的，来看一下小镇。小镇呢，公园里的水池。城市里面的公园里有水池，然后呢，有人在运动。还有小松鼠。地底下呢，哇，地底下的生态就比较丰富了哈，有动物的。巢穴啊，还有这边是水池下面哦，生态水池下面哦，有一些还有报纸，还有污染物嘞，就是让孩子可以这样子翻一翻玩一玩，这样。好，这两本就是我们住的世界，还有神秘的古文明，地上下的立体书。